来，十八开机，纷争开始了。他敢？还有什么呀？阿布 ，follow me。First blood。There's no time for a camp. There is no need to do with God. Double kill. 你们有能不查吗？咱们是不是得暗杀一个大过节的一个队长之类，这次绝唐？我这是给你找的事。虽然得摸摸良心。Triple kill. 原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气是这样子的。我发现最大的我好想演喜剧啊，现在。我吧，我一卸来过吧。原来你们中国人的生气是这样子的。你还没见过狗脸，我好想演喜剧。哎呦你妈！冰，男，不要跟我说过多的英文。那我们，我们又不是没见过，你认识我？我们都认识，中国人长都一样。对，你怎么长？咱们是头一天见，是不是？曾队长，您闻闻，都馊了，真忍不了。那女同志都能忍，就你忍不了。行，你是队长，你说什么都对，行了吧？干了我！好吧，记着啊，两个闪电啊，常来在外面的，在门外，在门外。我是闪电。你是那个？这是干嘛？我捉贼呀！他说这个对，他满院喊。去之前，把所有的就是密码呀，各种情况都写了一个详细的这个 list 一个清单给他，担心有一天万一回不来。非洲国家的话，整体的环境来讲呢，确实还不是说特别稳定。我们医疗队所在的这个是在津巴布韦首都哈拉雷，条件确实非常的落后，环境呢也是非常的简陋，面临严重的缺水的情况，都要是通过外面的水公司把水注到我们水塔上面去。印象比较深刻的啊，就是一个先心病的孕妇，然后是双胞胎的，条件比较有限嘛，当时他们比较消极的。但是我们根据这个情况，把我们队里面的麻醉医生啊、放射科医生，包括我的普通科医生，我们一起的给这个孕妇啊做了这个接生，分娩就情况就比较顺利，又自发的这种捐款，给他购买了这个相应的奶粉。这个先心病的哺乳也是一个困难的方面，确实给非洲的带去了很多一些先进的技术介入的，或者一些超声的这一些技术啊，还有一些大型的手术啊，也都是我们中国给他援助过去的。觉得这个过程的话，让我感受到就是说，能够帮助挽救生命，能够健康的成长，这个其实我们作为医生最大的一种欣慰和感动。